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刘派。今天是2022年的3月4号，星期五。欢迎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只要定位新闻早报。也欢迎您通过即时网和即时通客户端同步收看本栏目。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天气。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区有中雪，吉林、通化、白山、延边北部有小雪或雨夹雪。预计中西部地区有4到5级西北风，瞬间风力可达7级，其他地区有3到4级偏西风。今天长春最高温6度，最低温-6度。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开幕式将于今晚在国家体育馆鸟巢举行。开幕式将以“生命的绽放”为主题，时长80分钟左右。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和彩排已经顺利完成。我们是这样的一种五彩斑斓的感觉，表达出热烈的情感、打动人心的情感来，而这个特点恰巧是残冬奥。残疾人运动会最能达到的吧。如果我们能把这个突出，也许我们就成功了。本次冬残奥会开幕式汇聚了来自全国多地各行各业的参演人员，其中残疾人占比为30%。主创团队将残健融合的理念贯穿于内容和形式当中，阐释自强不息、同心与共的精神内核。我们从头贯穿始末，一直在强调一个同心圆的概念。无论是我们的舞美空间，还是我们的视觉空间，以及我们的表演空间，我们在想，同心圆本身是一个中国古老的一个文化的一个概念，而且同心圆里面还有个非常好的概念，团结、友谊、平等。那对于残健共融的这一届冬残奥开幕式，恐怕我想这个理念是最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亮点。国新办昨天发表了中国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和权利保障白皮书，并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介绍了白皮书的相关情况。白皮书从国家发展促进残疾人体育进步、残疾人群众性体育活动广泛开展、残疾人竞技体育水平不断提高、为世界残疾人体育运动作出贡献、残疾人体育展现中国人权事业发展进步5个方面，全面介绍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中国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成就。白皮书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进程中，伴随着残疾人事业的发展，残疾人体育不断壮大发展，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符合时代潮流的残疾人体育发展之路。通过网页浏览器、手机应用软件以及网站等渠道，以弹出消息窗口页面的形式向用户提供信息推送的服务被称为弹窗信息推送服务。此类服务在推送新闻信息的同时，也夹杂着大量绯闻八卦、恶意翻炒的垃圾信息等内容。为了进一步规范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近日公布了《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对弹窗推送提出了具体的规定。征求意见稿提出，互联网弹窗不得推送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明确的违法和不良信息，特别是恶意炒作、娱乐八卦、奢靡炫富、神丑扮丑等违背公序良俗内容，不得关联某一话题集中推送相关旧闻、恶意翻炒。同时要求，未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不得弹窗推送新闻信息。弹窗推送信息涉及其他互联网信息服务，依法需经有关主管部门审核同意或者取得相关许可。征求意见稿要求，弹窗推送新闻信息应当严格依据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最新版《互联网新闻信息稿源单位名单》执行，不得超范围转载，不得歪曲、篡改标题原意和内容，保证新闻来源可追溯和新闻信息真实、客观、全面。
另外还提出要提升弹窗推送信息多样性，科学设定新闻信息和垂直领域内容占比，体现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价值观，不得扎堆推送炒作社会热点敏感事件、渲染恶性事件、灾难事故等，引发社会恐慌。很多人在上网的过程中呢，都有过这种经历哈。网易的弹窗广告关了没一会儿又会出现，有的甚至找不到关闭的按钮，让人非常的困扰。此次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中，对用户自主选择的权利做出了充分保障。征求意见稿要求，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提供者应当落实信息内容安全管理主体责任，建立健全信息内容审核、生态治理、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未成年人保护等管理制度，要配备与服务规模相适应的人工力量，健全弹窗信息推送内容管理规范，完善信息筛选、编辑、推送等工作流程，确保弹窗信息推送必须经过人工审核。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充分保障用户权益，以服务协议等方式明确告知用户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的具体方式、内容频次、取消渠道等，充分考虑用户体验，科学规划推送频次，不得恶意对普通用户和会员用户进行差别频次推送，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或者影响用户关闭弹窗，确保每条弹窗信息明确显示弹窗信息推送服务提供者身份。国家统计局日前宣布，2023年我国将进行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普查筹备工作近日全面启动。经济普查是一项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每五年进行一次。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将对我国境内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进行全面调查。经济普查是对我国境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进行的一项全面调查，主要了解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经营状况和发展变化情况。经济普查每五年进行一次，分别在逢三、逢八的年份实施，标准时点为普查年份的12月31号，普查时期资料为普查年份的年度资料。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将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之际开展的首次重大国情国力调查，对于摸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家底、全面了解新时期经济运行状况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变化新特征、深化统计现代化改革、更加有效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新闻早报热点早知道，昨天是第九个世界野生动植物日，今年我国确定的主题是关注旗舰物种保护，推进美丽中国建设。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在各级各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野生动植物保护取得了显著成效。我国地形地貌复杂，蕴藏着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是世界上野生动物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其中脊椎动物种类达7300多种，陆生脊椎动物达2900多种，已定名昆虫13万种。国家林草局最新统计显示，目前野生大熊猫达到1864只，71.83%的野生大熊猫种群已经被规划纳入国家公园进行保护。亚洲象野外种群从1985年的约180头增加到现在的300头左右。高原精灵藏羚羊野外种群由上个世纪90年代末的6万到7万只恺复到现在的30多万只。海南长臂猿野外种群数量从40年前的仅存2群不到10只增长到现在的5群35只。作为东北地区的旗舰物种，我国境内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种群逐步恢复，目前野生东北虎超过60只，东北豹超过70只。朱鹮由发现之初的7只增长到目前的5000多只，白鹤由210只增长到目前的4500只左右。总体来看啊，这个亚洲象、雪豹、东北虎豹、这个藏野驴、藏羚羊、金丝猴呢等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呀，这个呈现了稳中有升的发展态势。野马、麋鹿这个曾经呢一度在咱们国家消失的物种呢，也在野外呢建立了新的人工繁育种群。
近期在云南德宏州，摄影爱好者拍下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飞食夜猴诞下多只小金猴的珍贵画面。每年一月到三月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飞食夜猴集中繁殖的季节。在云南省德宏州芒市芒杏河保护地内的树林间，刚出生的小金猴依偎在猴爸爸猴妈妈的怀里，十分可爱。小金猴才出生的时候，它的这个全身都是金黄色的，它这个三个月以后，它就开始慢慢的变色，首先是开始从尾巴、四肢，这个毛呢变灰，然后头顶，三个月以后慢慢的这个就变成了蓝灰色。小猴最可爱的一点就是说，它有一双忧郁的蓝色的眼眶，像打着眼影一样。2018年，我们通过这个飞食夜猴的专项调查，在这个片区里面，啊，有5群，320只。到去年年底，啊，我们保守的估计应该在450只以上了。跟野生动物保护一样，近年来我国野生植物的保护也取得了显著成效。一起来看一看。经过保护，野生四川攀枝花苏铁从上个世纪80-90年代的23.4万株增加到目前的38.5万株，成为欧亚大陆自然分布纬度最北、海拔最高、面积最大、株数最多、分布最集中的天然苏铁群落。德宝苏铁、杏黄兜兰、紫纹兜兰等206种濒危植物开展了野外回归。第二次全国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资源调查显示，54种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中，有36种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这主要得益于我国长期以来实施野生植物保护和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与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拯救保护工程，就地和迁地保护网络得以不断完善。目前，我国65%的高等植物群落和75%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得到了保护，大部分珍稀濒危野生植物种群数量已扭转了持续下降的态势，特别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种群主体上呈现出稳中有升的良好发展态势。再来关注吉林省野生动植物保护，吉林聚焦重要保护物种，统筹部署，压实责任，科学谋划，精准施策，野生动植物保护取得显著成效，现有野生动植物达8900多种。如今的吉林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家底儿格外丰厚，拥有野生动物4900余种，野生植物4000余种。东北虎豹、中华秋沙鸭、白鹤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36种，东北红豆杉、朝鲜崖柏、长白松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40种。东北虎豹公园内野生东北虎、东北豹数量由2017年的27只和42只分别增长至50只和60只以上。中华秋沙鸭繁殖种群约145对，占全国中华秋沙鸭繁殖种群数量90%以上，白鹤种群增长到近4000只。昨天，通化、长白朝鲜族自治县等地开展保护野生动植物科普下基层主题活动，引导公众自觉加入到保护野生动植物的行列中，了解了保护野生动植物的重要性，保护它们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在吉安市遗址公园、长春南山公园，有关部门工作人员通过发放保护野生动植物宣传单、现场讲解等方式，普及野生动植物保护知识，宣传相关法律法规。吉林推行多层次、系统化、综合性管控措施，持续有效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在全国率先实行全域禁猎，在国内首批开展野生动物损害补偿，着力构建2地10区15站的中华秋沙鸭保护总体格局。及时发布吉林省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吉林省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积极开展青山、青套、青网活动、候鸟互飞行动和野生动物收容救护，严厉打击非法猎捕、采集、交易野生动植物等违法犯罪行为。聚焦东北虎、东北豹、中华秋沙鸭等旗舰物种保护，开展栖息地恢复、迁徙互飞、种群动态监测等工作，
促进野外种群有效恢复。再来关注长江口二号古船考古打捞。二号上午，长江口二号古船考古与文物保护项目在上海正式启动。这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古沉船整体打捞与保护工程。根据国家文物局的总体部署，上海市文物局2011年启动了长江水下文化遗产的普查工作。2015年，在长江口崇明横沙水域，先后发现了考古编号长江口一号的民国时期铁制军舰和考古编号为长江口二号的木质古沉船。长江口的这个水质啊，基本上我们在潜到水底下呢是看不见的，依靠尖端的探测设备，我们来这个发现了这个长江口二号的古船。经过充分的论证评估，综合分析不同考古和保护方式，此次长江口二号古船考古发掘将采取整体打捞技术。长江口二号古船已经被列入到“14五”中国文物考古的重大项目。按照我们目前的计划，我们争取在今年年底实现古船整体的打捞。此次启动水下考古打捞的长江口二号古船是目前国内乃至世界上发现体量最大、保存最为完整、船载文物数量巨大的古代木质沉船之一，对中国乃至世界的造船史、科技史、陶瓷史等学科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价值。经过6年多水下考古调查勘探，初步探明了长江口二号古船的基本情况。古船为清代同治时期的木质帆船，船体埋藏于5.5米深的淤泥中，横向左倾约27度，古船残长约38.5米，残宽约7.8米，已探明有31个舱室。在前期调查过程中，通过选取前后其中4个舱室进行了小范围的清理，均发现舱内有码放整齐的景德镇窑瓷器等精美文物，已经出水完整或可修复的文物种类多、数量大。另外，在船体及周围还出土了紫砂器、木质水桶残件、桅杆等大量文物。它比较完整的保存了这个它当时的一个状态。水下考古呢，不只是那个发现这个文物，实际上我们是在做一个科学的一个历史的复原，来这个展现当时的社会和当事人的这个生活。长江口二号古船为我国这一历史时期大型木质沉船的发现填补了重要空白，为海上丝绸之路和长江黄金水道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实证，为一带一路海洋强国和长江文化的建设充实了重要内涵。为了最大程度地保留历史信息，经过充分的评估呢，长江口二号古船采取整体打捞的方式。由于长江口二号古船保存完整，船载文物数量大，因此呢，项目规划中将古船博物馆的建设也同步纳入。这是世界首个考古发掘、整体迁移、文物保护与博物馆规划建设同步实施的项目。针对长江口泥沙含量高且水流速度快的特点，此次古船打捞采用世界首创的技术方案——弧形梁非接触文物整体迁移技术。我们这次用弧形梁的最大的优势，就相当于我们并不用开挖，直接从海床的表面打这个钢梁下去，然后穿过船体来做这个事情。届时将以22根巨型弧形梁，在长江口二号古船底部形成一个巨大的弧形沉箱。沉箱长达51米，宽19米，高9米，可以把长江口二号古船及其附着的泥沙与海水包裹起来。沉箱出水后，上海打捞局还将为沉箱量身定制一艘中部开口的工程船，沉箱可以严丝合缝嵌入其敞开的中部，方便迁移。同时，古船博物馆的规划建设也将同步展开。目前已选址上海杨浦滨江的上海船厂旧址，这里将成为沉船考古基地和古船博物馆。我们这次考古工作和我们的这个公众的考古的这个普及，我们是同步的。可以看到，长江口二号古船的这个考古打捞和保护的过程啊，也是一次科技创新的大展示，也是一次公众考古啊的一次大启蒙。为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1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发布活动正式揭晓评选结果。
十位大国工匠年度人物分别是七一勋章获得者、五十年坚持不懈攀登技术高峰的汉工艾爱国、攻克导弹系统卡脖子技术难关的数控喜工刘香兵、为大国工程建设保驾护航的工程测量员陈兆海、用双手研磨炮射导弹精密量规的钳工周建民、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得者、打磨航空发动机叶片的数控车工洪家光、数十年致力于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木工刘更生、靠一只手完成坦克高难度焊接任务的焊工卢仁峰、刀尖上的舞者、火药整琴雕刻师徐立平、心无旁骛突破技术瓶颈的无线电通信设计师张路明、勤于思考用多项发明创造提高生产效率的采油工刘立。本届大国工匠年度人物发布活动自2021年七月启动，采取各省级工会、各全国产业工会推荐与职工群众推荐自荐相结合的方式。组委会办公室经过认真审核材料、广泛征求意见、反复对比遴选，从推荐人选中初选出五十位大国工匠年度人物候选人。专家评委会经过严格评审，最终评选出十位2021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首届大国工匠年度人物发布活动于2018年举办，迄今已经是第三届，共推选出高凤林等三十位家喻户晓的大国工匠。本届大国工匠年度人物发布活动在广东省广州市举办，这也是发布活动首次在北京以外的地区举办。长白山是我国人参的原产地和产业聚集地，吉林市场销售的参量呢达到了全国的85%。吉林正在着力推进人参全产业开发、全链条做强，加快推动产业高级化、产品高端化、品牌驰名化，努力把人参产业打造成为我省千亿级优势产业。这两天，坐落在抚松的吉林参王植保科技公司正在谋划一件大事儿，成立参博士人参种植合作社，培养100名人参种植合作社带头人，培养1000名人参种植工匠，建设10000亩高标准人参种植基地。这个参博士要结合当地免疫肉抗技术、土壤养护技术、农药无残留技术等13项科研成果，为人参标准化种植提供全程精准服务。协同有关专家制定人参绿色种植技术规程，尽快开启绿色人参种植培训会，联合人参种植者一起种植绿色人参。中国人参之乡抚松县人参产能占到全省1/2以上，今年这里正在大力推动人参产业发展标准化、规范化、规模化、品牌化，进而做到产业高级化。人参产业重大技术协同推广试点项目要达到10000亩，国家级人参2种基地正在建设中，让金强骨壮的参娃娃成为长白山人参的代表作。积极推进长白山人参、抚松人参品牌原料基地建设，全面推广应用绿色优质标准化种植技术，积极推进人参种植资源谱建设，筑强人参种业基础。一颗好参是人参全产业开发、全链条做强的根基。目前全省已经形成人参根茎叶花果实的全面开发，形成了食品、药品、保健品、化妆品及生物制品5大系列1000多种产品。人参研发走在全国前列的吉林，每年产值达到600亿元，再提升400亿，迈入千亿级行列，主攻方向就是人参精深加工，在提升产品附加值上求突破。吉安市是我国人参整株开发利用的唯一地区，每年人参精深加工能力600吨，接近鲜参产量1/5。今年这里人参精深加工产品要突破600种，人参蜜片、人参蜜浆、人参茶针、开袋即食的人参产品列为首选。市场上人参的知名度很高，我们获得了14项专利，大品种的再研发，我们已经布局了。2021年，全省人参种植面积14.66万亩，产量3.89万吨，产值6.52亿元。2020年，长白山人参品牌在全国2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区域公用品牌商标评选中名列第一。
这些吉林参娃娃的优异表现为千亿级产业打造开了个好头。今年吉林要抓好人参品质提升工程、种业振兴工程、龙头企业培训工程、科技研发能力提升工程、市场拓展工程五大工程，推进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跟国家成立一些省部件的重点实验室，保证科技研发成果的转化应用，数字人参追溯系统保证了人参产品的质量，抓产业集群建设，计划投资24.5783亿元，现在完成了投资66.2%，基本通过建设拉动二产，提供精神加工这个能力水平，保证人参产品真正的提质增效。开年即开工，开局即冲刺。近日，我省各地春季重点项目集中开工，吉林大地正在掀起新一轮项目建设热潮。吉林市2022年春季重点项目集中开工，5000万元以上项目为220个，总投资986亿元。今年吉林市春季集中开工的大项目数量多、质量优，对产业引领支撑作用强。其中，总投资100亿元的吉林建龙钢化新材料产业园项目，将填补东三省相关产品空白。在打造精品工程的同时，争取早日呢为企业增加市场的竞争力和我们企业的盈利水平。四平市64个5000万元以上春季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148.7亿元，其中包括梨树县肉牛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区等42个现代农业项目，以及医药健康绿色食品产业园2期等79个重点工业项目。全年计划推动开复工的5000万以上项目是279个，其中呢1元以上项目是179个。力争实现固定资产投资10%以上的增长，以项目建设工作呢推动经济工作的高质量发展。白城市重点项目绿电产业示范园区铅碳电池生产项目开工建设，总投资40亿元，每年可为白城市创造8600万元税收。今年白城市实施5000万元以上重大产业项目100个，其中新能源项目39个。你知道光学的原理吗？你知道天气预报是如何预测的吗？这些科普问题在全国科普教育基地都能一一找到答案。最近2021至2025年全国科普教育基地的第一批认定名单公布，吉林省共有13家入选。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2021至2025年全国科普教育基地第一批认定名单公示，经评审，800家单位已认定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吉林省共有13家入选，长春中国光学科学技术馆就是入选单位之一，它也是全国唯一的国家级光学专业科技馆，具有光学知识普及教育、光学发展史展示、光学科技成果展示、光学科技合作交流职能。开馆至今接待的游客呢超过140万人，这个整个场馆呢一共有7个展厅，然后分为7个色调。成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之后呢，我们是想最大限度地发挥我们场馆的这个科普教育职能，为公众呢提供更多更好的光学科普产品。长春中国光学科学技术馆的主题为科技之光引领未来，定位体现公益性、服务性、科学性、知识性、普及性、趣味性、互动性。此次入选全国科普教育基地的名单当中，还有一处是长春国家基准气候站。这次我们被评为全国的科普教育基地，主要是通过我们前期的一个努力。后期呢，我们主要还是，借助这些重要的时间节点吧。举个例子说，像世界气象日、5.12的防灾减灾日，开展相应的一些科普宣传，走进社区、走进学校，目的就是为了提升公众对气象灾害防御的这么一个知识的了解，包括提升他这个灾害防御的能力。以下是吉林省入选全国科普教育基地的名单，休假日快带上家里的萌娃到现场去感受一下光影交错、奇妙梦幻的科技魅力吧。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昨天是3月3号，是全国第23个爱耳日。今年爱耳日的主题是关爱听力健康，聆听精彩未来。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听力报告数据显示，听力损失是目前影响着全球超过15亿人，其中4.3亿人有中度或以上的听力损失。家住在北京的刘女士今年32岁，她告诉记者，自己从小喜欢游泳，耳朵发炎没太当回事，这些年一直深受困扰。几年前在国外留学，一次感冒发烧，耳朵里面发痛，反复有黄色的脓液渗出，先后做了2次鼓膜修复手术后有所好转。这段时间感觉左耳听力逐渐下降，仿佛被一团棉球堵着，于是赶紧来医院诊治。我也没有感觉自己压力有多大，或者说情绪有多么激动，大脑有多兴奋，但是确实是这个毛病总是来找你，可能休息不好了，偏头痛啊，然后这边屋里气温高啊，就这个耳朵就比较容易发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于立生告诉记者，慢性化脓性中耳炎是耳鼻喉科的常见病，病变时间长，可造成骨室内病变，听骨链中断，导致听力下降。流行病学数据显示，10岁以下儿童中80%的孩子至少得过一次中耳炎。孩子可能会出现耳痛、耳道流水或流脓、听力下降、耳鸣等情况，或者出现孩子将电视机声音开得特别大的情况，家长也要及时关注。有些小朋友太小还不会表达，当其出现频繁的抓耳朵、摇头、心情烦躁等情况，家长就应警惕起来，及时去医院就诊。2021年，我国在贫困听障儿童救助方面取得成效，各地残联为近50,000听障儿童实施了人工耳蜗手术和术后康复训练。我做了2000多个耳蜗，现在呢，我们国家有一个很大力度的扶持，每个那个省都分了一些免费的名额，北京市呢大概是让6岁以内的是免费的，各个省市都有，根据经济发展的情况不一样，给出的支持力度是不一样的。听觉是我们了解世界的重要感官，需要注意的是呢，近年来突发性耳聋发病人群不断年轻化，耳朵疾病已经严重的危害到我们的身心健康。那么你知道怎么避免吗？哪些行为正在伤害我们的耳朵呢？查耳朵一般都是老年人比较多一些，老年人听力下降嘛，它一个自然现象，一个衰老造成的。然后现在，但是年轻人也特别多，因为可能工作压力有点大，而且我发现最近一段时间吧，老加班熬夜的人来测听力突聋的人特别多。日常生活中有哪些措施能避免听力受损呢？专家表示，要规律生活作息，避免过度熬夜，保持身心愉悦，学会调节个人情绪，谨慎使用耳毒性药物，防止耳部外伤和感染。另外，频繁掏耳朵会破坏外耳道菌群，导致真菌性外耳道炎，所以尽量不要去掏耳朵。建议耳机每次佩戴的时间控制在30分钟以内，每天戴耳机的时间不超过2个小时。使用耳机时音量也不宜过高，此外要尽量做到远离噪声，特别是强噪声。在一个85分贝的声音环境中，如果待上2个小时，就有可能会导致不可逆转的听力损伤。85分贝的声音很容易在日常生活中出现，比方说地铁站，比方说卡拉 OK 和电影院的声音一定超过了100分贝左右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戴防护耳塞。昨天，吉林省各地也开展了多种活动，增强群众爱耳护耳意识。通化市残疾人康复中心为近100名6岁以下听障儿童提供免费人工耳蜗调修和听力器材维护服务，对我们帮助非常大。专家还给我们调试耳蜗，讲爱耳护耳的知识，让我们家长很受益。延吉、辉南等地不少中小学校举行主题班会，指导学生养成健康用耳习惯。比如洗澡的时候，水可能进到耳朵里，那么就需要歪着头跳一跳，水就会从耳朵里出来了。如果耳朵发痒的时候，不要用比较尖锐的东西去抠，否则耳膜会破损。
公主岭、吉安、柳河、磐石和榆树等地的医疗机构组成小分队，走进社区、农村、学校，开展义诊、耳部疾病筛查、听力矫正诊疗和耳部健康讲座等活动。耳朵是人类感知世界的重要器官，如发现听力下降，需要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要关心爱护自己的耳健康。生活中我们都知道癌症不太好治疗，要是能够预防并且了解预防知识，那可是非常有利健康的事儿。下面呢，我们介绍一种可以预防的癌症——宫颈癌，先来了解一下。所有的恶性肿瘤大家都没有什么一个确切的原因，包括我们的肺癌啊、肝癌啊，我们都是谈可能可能可能。而宫颈癌呢，现在基本上就是一种有个明确的原因，就是 HPV 感染。 HPV 是什么呢？ HPV 是一种叫人类乳头瘤病毒，这么一个关联已经在诺贝尔奖已经被肯定了。那么一下子大家会觉得宫颈癌可能是一个病毒感染所造成的疾病，并且几乎在98%以上的宫颈癌中间都获得了认证。也就是说，除了一小部分宫颈癌有可能跟 HPV 无关，绝大多数宫颈癌都跟它有关。那么这样给大家就有一种信心了。那么我阻断了 HPV 感染，不就有可能阻断了宫颈癌吗？有一部分医生都不明白，以为就是觉得HPV 感染就是宫颈癌。实际上 HPV 呢可能有上百种，跟我们宫颈癌相关的目前公认的来说是大概是14种和15种。最重要的就是占了宫颈癌的发生率的70%的是16和18，16、18占了2项了。那么接下来就是31、33、35、39，然后呢45、51、52、58、59，然后66、68，大约是14种 HPV 病毒的感染。那么这14种 HPV 我们就要称之为宫颈癌的高危型的 HPV 病毒。至于其他什么6啊、11啦、什么80几啦，跟我们宫颈癌无关，它是造成一个别的病的一个 HPV。现在市面上呢有很多网红解压玩具啊，不光孩子爱玩，一些大人呢也是爱不释手。那么这些解压玩具到底能不能起到解压的效果呢？您听说过解压玩具吗？曾经的尖叫鸡、海绵鸭、暴打回车键等等，都是风靡一时的用来释放压力的工具。而现在比较火的解压玩具就是捏捏乐，捏不烂、摔不碎，还能够随心捏成各种造型。在某购物平台上，有不少热门的店铺，解压玩具的月销量几千个，大部分网友呢都给出了好评。为了体验解压玩具是否真的解压，记者分别买了捏捏乐系列的包子和彩色球球胶带。你觉得解压吗？我觉得我的压力它根本缓解不了啊。对，就而且就是只是手感很好而已，但是我觉得摸上去的质感，如果我再稍微使点劲后，我觉得特别容易坏。对，而且你看上面就是咱们刚玩了一会儿，然后上面就会有这些小黑点儿，其实挺脏的，而且闻起来有一股刺鼻的味道。你再看看这个，这个我没弄清楚怎么玩，没事，我觉得倒是浪费时间了，倒让我有这个焦虑的感觉。对对对。对于网红解压玩具是否真的能够解压，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呢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个平时会玩，就是感觉玩多了就有点腻了，然后再一想就有点浪费时间了。其实放假最好放假还是出去运动运动吧。我没感觉到有多解压，你感觉呢？嗯，我也没感觉有解压。心理医生提醒大家，这些玩具只是一种辅助工具，不可过度依赖。解压玩具应该是有所选择的，比如说从安全的角度来讲，我们选择那些最好不要割伤自己或者容易粉碎这样的东西。那么还有一些呢，可能不容易消毒，那么我们也应该尽量避免。医生介绍，多数解压玩具都是和手直接接触，特别是像粘粘球本身呢就带有粘性，容易沾上灰尘和杂物，又在手里边呢不断的捏来捏去，滋生细菌不说，长期接触还容易引发疾病。想要解压还得靠科学方法。实际缓解压力的方式呢，我们普通人最好的就是倾诉，那找一些能够帮助你的或者是能够倾听你的朋友啊，或者是长者呢，去倾听你的不良情绪。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压力和一些不良情绪呢说出来，而不是总是压着它或者是掩饰它。那么还有的方式呢，就是特别的经济，就是运动。如果我们可以做户外运动是最好的，如果没有户外运动的时间呢，一些室内的运动也是可以的。比如说在室内我们可以做做瑜伽，做做冥想，或者晃晃呼啦圈。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3月2号，第五届联合国环境大会第二阶段会议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落幕。本次大会上的各国代表同意将在2024年达成一项国际协定，以解决世界塑料污染的问题。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表示，这是继巴黎协定之后最重要的国际多边环境协定。据我们所知，在过去的几天里，各国组织和代表都经过了激烈的讨论，每天都是讨论到了凌晨，所以能达成这项协议十分不容易。这也是本届环境大会带给地球母亲的一份礼物。I see no objections if it's so decided.来自175个国家和组织的代表在现场表决，并通过了相关决议。各国同意将从保护海洋资源开始，逐渐减少并停止使用塑料制品。第五届联合国环境大会第二阶段会议，2月28号至3月2号在线下和线上同时举行，总主题是加强自然行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重点关注塑料污染、绿色回收和化学废弃物管理等问题。不仅塑料垃圾会污染环境，我们平时产生的食物垃圾同样也会给环境带来危害。在韩国，随着独居族增多，一个人食量有限，所以呢，首尔市的居民区开始试运营绿色共享冰箱。那么，绿色共享冰箱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一起来看。不同于面向弱势群体的普通共享冰箱，这种绿色冰箱旨在促进全部家庭参与，任何人都可免费取用冰箱内的食物。同时，冰箱还使用扫码积分制，鼓励所有人积极捐赠。积分的多少要看食物的重量，比如这位女士拿来的午餐肉和泡菜能获得145点积分，这些积分可以在指定商店购物时使用。전자취생이라서음식을많이시키는데그게음식이단위가커서많이남기거든요그런음식들을냉장고에넣기도하고그다음에배달시킬때콜라같은거서비스로오는데안먹어서그런걸넣어주기도합니다그2회씩은계속확인을하고있는상태이고요파트너관리자분같은경우에는계속여기상주하시기때문에시간나실때마다와서뭐유통기한지난음식이라든지아니면은뭐조리된음식이런공유가불가능한식품들에한해서는다음식물폐기처리를진행하고있습니다한국환경부최신통계显示한국평균매일의식물쓰레기발放량达到 1.59만 톤，占全部生活垃圾的30%左右。食物垃圾不仅会释放出大量的温室气体，处理费用也比较高。目前，韩国正在日常生活中推行一些新的环保措施，让每个人都身体力行地减少浪费。如今，世界各国的人们都在倡导绿色环保理念。在尼日利亚有一家博物馆，这里的展品呢，并非出自名家之手，却吸引了很多人。因为这些展品都是用人们日常生活当中丢弃的没用的东西做成的。这家博物馆坐落在尼日利亚西南部的工业重镇伊巴丹，虽然外表很不起眼，博物馆内的艺术品可是色彩鲜艳，极具创意。更重要的是，这里的所有展品都是利用人们日常生活中废弃的物品做成的，纽扣、瓶盖、糖纸、木塞子，经过艺术家的巧手，变成了一幅幅精美的装饰画。博物馆负责人朱默科说，曾经他每天都会制造很多生活垃圾，直到有一天房东无法忍受，提出要提高垃圾处理费，他才开始思考环保的意义。The waste for my kitchen inspired me. For each time I see waste in my kitchen and I want to throw it away, I don't want to throw it away. So I'm always like, what can we do with this thing? 作为一名美术老师，朱默科很快想到可以用这些垃圾进行艺术创作。他开始从邻居家中收集废旧轮胎，在街上捡拾塑料瓶，并和其他志同道合的艺术家们一起打造了这家废品博物馆，希望唤起更多人的环保意识。最近，科学家确认在阿根廷西北部发现了一具恐龙头骨化石，属于全新的物种。阿贝利龙科恐龙是大约7000万年前白垩纪晚期分布在如今南美洲地区的一类兽脚类恐龙，它们是顶级的掠食者，但前肢非常短小，不具有抓握能力，几乎没有功能，所以只能利用强大的头部和咬合力来捕猎。阿根廷是南美洲出土阿贝利龙科恐龙化石的主要地区之一，但此前这类化石多发现于阿根廷南部的巴塔哥尼亚地区，在西北部只零星出土了一些不完整的化石。
至于这次确认的新种恐龙为什么几乎没有手，目前仍不清楚。这项研究发表在《古脊椎生物学杂志》上。更多国际新闻来看一组新闻速览。当地时间1号，英国路透社发布的图片显示，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身体状况良好。她在居住的温莎城堡里，通过视频与安道尔和乍得等国驻英国大使交谈。伊丽莎白二世现年95岁。上月20号，英国王室发表声明说，女王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但症状轻微。日前，美国马萨诸塞州一高速公路上发生惊险一幕，现场监控画面显示，一辆卡车在行驶过程中突然失控坠入河中。由于司机不会游泳，事发后他便趴在卡车顶部等待救援，警方赶来后将其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治疗。日前，巴西里约热内卢的一家动物园为一只雌性河马举办28岁庆生活动，工作人员用河马最爱的番木瓜和西瓜为它制作了一个水果蛋糕。庆生活动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合影留念。动物园表示，给河马庆生是为了提高人们保护河马的意识。来看今日提示，从3月5号开始，国内部分航空公司将调整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此次调整后，征收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2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40元。按照此次燃油附加费的调整，从消费者方面来看，国内航线出行税费成本将从70元起步，大部分800公里以上航线机场建设费加上燃油附加费将达到90元。2022年春节期间，由长影集团创作的《狙击手》这个杀手不太冷静两部电影于大年初一在全国院线公映，票房和口碑取得双赢。为了让更多观众有机会走进影院欣赏，这两部电影双双宣布延长放映日期，《狙击手》放映时间延长至4月3号，这个杀手不太冷静延长至4月4号。再来关注天气，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部分地区有雨雪，另外预计中西部地区有4到5级西北风，瞬间风力可达7级，其他地区有3到4级偏西风。省内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我们来看天气预报。长春多云，6到-0.6摄氏度；白城多云，3到-0.7度；松原小雪转多云，2到-0.7度；四平多云，5到-0.9度；辽源多云转晴，5到-0.9度；吉林小雪转多云，6到-0.6度。通化雨夹雪转晴，5到-0.9度；白山雨夹雪转晴，5到-0.11度；延吉中雪转多云，8到-0.6度；长白山中雪转多云，9到-0.15度；长春多云，6到-0.6度。随着春天脚步的来临，在通化县大帽山和吉安老虎哨风景区，有林海雪莲之称的冰凌花正悄然绽放。节目最后一起来看一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